第三届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今年十月在北京举办。高峰论坛期间的活动包括开幕式、互联互通、绿色发展、数字经济三场高级别论坛，以及关于贸易畅通、民心相通、智库交流、廉洁思路、地方合作、海洋合作的六场专题论坛，同时还将举办企业家大会。第三届高峰论坛的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顺利推进，截至目前已经有110多个国家的代表确认与会。中方将就高峰论坛的筹备工作同“一带一路”的合作伙伴保持沟通。